Hello， 大家好，我是白宇。非常开心啊，在长沙现场见到白宇。那现场都是呢，小宇宙是不是？白宇今天帅不帅？太帅了，是不是？有感受到大家热情吗？来到长沙，感受到了。来到长沙心情怎么样？很开心，对。非常开心见到这么多粉丝啊！那大家都很关心你吗？就近期在忙点什么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在拍那个《乔家的儿女》。哇，我们也很期待你的新作品。就是你之前嘛，前段时间播放的网剧《沉默的真相》，我有看，特别特别棒。大家看了吗？演的好不好？特别好，是不是？就是你饰演的检察官江阳，就是大家觉得太喜欢了，又心疼又喜欢，太棒了！大家说演的好不好？那你自己呢？觉得这个角色呈现的怎么样？其实这个角色，反正对于我来讲挺重要的吧，因为我也很感谢能遇到江阳这个角色，还有能有机会去参与到这个作品的创作中去，然后其实更多的是感激吧。对，我很感激能遇到这样的好的机会，能感激遇到这么好的角色，然后能感激遇到这么好的团队，让大家在一起都努力去把一个作品做好的这么一个想法，我觉得能遇到这样一个团队也是很感谢。是的，没看的快去看哦，真的特别棒的作品。那也期待呢，白宇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好的角色、好的作品。好。那今天来到的是我们兰蔻的花颜月光在长沙的开幕嘛，有没有提前做功课了解一下我们的展示什么内容？有，之前在网上会看到那个南京和上海好像已经有了，对，然后就是我也没去过，但是我看起来好像就好跟这个好像很像，对，反正给人感觉就挺浪漫的，因为到处都是花嘛，对。哎，你知道我们的京城的花颜月光呢是分为几个区域吗？我听说是分为三个区域，好像有玫瑰的培育区，然后还有那个萃取区，还有一个是试用还是体验区。对，纵情体验区特别棒，我听说了。那你刚才应该一路走过嘛，你觉得哪个区域最让你印象深刻吗？你刚刚走过的时候。其实也不是，我是当时听的时候我觉得我挺感兴趣那个萃取区的，因为平时很少有机会能感受到从一个玫瑰里边萃取出来这个东西，就像做实验一样，我觉得还挺奇妙的。是的，那我为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吧。刚才白宇说了，首先呢是玫瑰的培育区呢，我们用了数百朵的玫瑰呢来做成了一个玫瑰花墙，非常适合拍大片。而中间呢是我们的玫瑰的萃取区，不仅我刚才提到像做实验一样，还有一个玫瑰花瓣飞舞的这样一个装置，大家可以在里面拍一个小视频，稍后你要拍照跟大家打卡好不好？行啊，好啊。当然呢还有我们的纵情体验区，有我们兰蔻的精纯系列的所有的高端线的产品，大家都可以在这边进行试用到，所以也欢迎大家呢在之后可以来到我们的精纯月光来了解一下我们此次为您带来的这么多非常奇妙的一个展区。那其实白宇和我们兰蔻合作特别多，就是很想知道一下，就此时此刻就是兰蔻品牌在你心目当中是一个怎么样的形象呢？因为兰蔻是一个法国品牌嘛，它本来就保留着法国给人的那种浪漫的感觉，然后呢兰蔻又给我感觉很优雅，对，然后其实我也用了很多兰蔻的产品了，然后我觉得效果还真的挺好的，对，我很喜欢。是的，就其实我在线下活动见过你很多次嘛，我觉得皮肤一次比一次好，现在变得特别的细腻白皙。你有什么护肤秘诀跟我分享一下吗？好好洗脸。其实我觉得护肤吧，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就是首先你要清洁嘛，然后清洁很重要，然后再重要的就是补水，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要保持一个好的作息习惯吧。你提到的很重要，就是秋冬季节现在来了嘛，就是补水你会用什么产品呢？对，因为现在就是马上天气要冷了，然后其实我觉得补水真的挺重要的，我最近就在用兰蔻的玫瑰柔肤水。是的，兰蔻的玫瑰柔肤水，就是简单一点是兰蔻的玫瑰水，特别特别好用。对，你用完之后觉得皮肤有什么改善吗？就觉得什么不一样？就其实我们都是早上起来洗完脸，然后做一个护肤，然后用个水之后一天去拍戏，然后就你不会感觉到你的脸会干，我感觉
它效果真的还挺好的，补水效果，补水锁水的效果。